我走而已，我什么我也没卖过，我也不是候选人，我陪你走啊。民众的不悦藏不住，边走边念风物扰民。到了士林北投拼险站的陈时中，这抗议声依旧如影随形。有采购黑箱作业。演讲到一半，外投新党议员候选人比大声，随即被远景架走。但有人抗议，没关系，陈时中选前有总统力挺。我们首都守住了，我们国家会更安全。我可以再强化一点吗？我要下动员令，大家说好不好？喊话还给陈时中公道。总统一整个晚上连赶士林、北投两场，就是要替陈时中助阵。其实这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，我相信以后我再想起这一段，我仍然会泪流满面，感激大家，谢谢。一下感性诉求，一下炮打对手。你准伊讲要死啦？啊！人咧问我讲，啊，是你的意见，然后我讲无什么感觉咧，伊也无做什么代志。而他的席制部署，卫福部长薛瑞元持续火力全开。看不下去，但是这句话动到偌济人的财路，你知影无？软硬兼施，防止选票流失。TVBS 新闻刘玉君李祖恒台报道。请支持 TVBS 国际 Plus 全新频道，让您扩大视野，掌握趋势，接轨全世界。恳请订阅，开启小铃铛。